我是刚我那是到了2012年了，6月12日，这边是金门的金门城，10点55分，什么是孝卧亭跟胥江孝卧亭嘛，对，然后这边都明清的古迹，就是以观海，然后以胥江孝卧，然后孝卧亭的，你看这边是有个亭子，然后在这边是文泰宝塔。哇，明清年的啊，这边有一些，有没有？哇，终于来到这种地方，因为以前让我再进来的，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明清的那个。古迹在这边，胥江孝卧亭，观海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不知道那个嘛，咱们就昨天的啊，这是文台宝塔，离台湾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然后在这边就有个金门旧的旧酒厂，我们要旧酒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10点57分，6月12日。